开始吗？可以吧？我是徐阳，我是徐熙月白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37天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37天。好，春，春。春回大地，春回大地。万物复苏。万物复苏。柳绿花红，柳绿花红，莺歌燕舞，莺歌燕舞，冰雪融化，冰雪融化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百花齐放，百花齐放，百鸟争鸣。百鸟争鸣。来一遍吧。春回大地，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，万物复苏，柳绿花红，柳绿花红，莺歌燕舞，莺歌燕舞，冰雪融化，冰雪融化，泉水叮咚。泉水叮咚。百花齐放，百花齐放，百鸟争鸣。百鸟争鸣。好的，下一首在小蚱蜢，小蚱蜢，小蚱蜢学跳高。小蚱蜢学跳高。一跳跳上狗尾草，一跳跳上狗尾草，腿一弹，脚一翘，腿一弹，脚一翘，哪个有我跳得高？哪个有我跳得高？草一摇，摔一跤，草一摇，摔几跤，头上跌个大青包。头上跌个大青包。不是，有个人在给我发远程控制。再来一遍啊！小蚱蜢学跳高，小蚱蜢学跳高，一一跳跳跳跳上上狗狗尾尾草，草，腿腿一一弹，弹，脚脚一一翘，翘，哪哪个个有有我我跳跳得得高？高？草一摇，摔一跤，头上跌个大青包。复习一下这首《躲影子躲影子，》，小猫影子。小猫影子，跟着小猫，跟着小猫，小猫胆小，小猫胆小，撒腿就跑，撒腿就跑，跑进屋里，跑进屋里，赶快藏好，赶快藏好。偷偷一瞧，偷偷一瞧，影子没了。影子没了。再来一遍啊！小小猫猫影影子跟跟着着小小猫，猫，小小猫猫胆胆小，
撒腿就跑，跑进屋里，赶快藏好。偷偷一瞧，影子没了。你想，又是这个啊。盖花楼，盖花楼，盖盖盖花楼，盖盖盖花楼，花楼低碰着鸡，花楼低碰着鸡，鸡下蛋碰着雁，鸡下蛋碰着雁，雁叼米碰着小孩就是你，雁叼米碰着小孩就是你。再来一遍啊。盖盖盖花楼，花楼低碰着鸡，鸡下蛋碰着雁，雁叼米碰着小孩就是你。花楼到底是什么？一只蛤蟆一张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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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只眼睛四条腿，两只眼睛四条腿，扑通一声跳下水，扑通一声跳下水，两只蛤蟆两张嘴，两只蛤蟆两张嘴，四只眼睛八条腿，四只眼睛八条腿，扑通扑通跳下水，扑通扑通跳下水。再来一遍啊。一只蛤蟆一张嘴，两只眼睛四条腿，两只眼睛四条腿，扑通一声跳下水，扑通一声跳下水，两只蛤蟆两张嘴，两只蛤蟆两张嘴，四只眼睛八条腿，四只眼睛八条腿，扑通扑通跳下水，扑通扑通跳下水。如果是三只蛤蟆怎么做？三只蛤蟆三张嘴，两只眼睛六只眼睛十二条腿。灯塔妈妈，灯塔妈妈，天黑了，浪睡了。天黑了，浪睡了。大海静悄悄。大海静悄悄。只有灯塔妈妈睡不着。只有灯塔妈妈睡不着。睁着眼到处瞧。睁着眼到处瞧。看看有没有。还没回来的船宝宝，还没回来的船宝宝。再来一遍啊。天黑了，浪睡了，大海静悄悄，只有灯塔妈妈睡不着，睁着眼到处瞧，看看有没有还没回来的船宝宝。复习一下这个。穿裤歌，穿裤歌，
一条裤子两个桶，一条裤子两个桶，两个裤桶像山洞，两个裤子像山洞，小宝宝来穿裤，小宝宝来穿裤，就像火车钻山洞，就像火车钻山洞，左脚钻进右山洞，左脚钻进右山洞，右脚钻进左山洞，右脚钻进左山洞，呜呜呜呜，两列火车进山洞，两列火车进山洞。来一遍啊，一条裤子两个桶，一条裤子两个桶，两个裤桶像山洞，两个裤桶像山洞，小宝宝来穿裤，小宝宝来穿裤，就像火车钻山洞，就像火车钻山洞，左脚钻进右山洞，左脚钻进右山洞，右脚钻进左山洞，右脚钻进左山洞，呜呜呜呜呜呜呜，呜呜呜呜呜呜，两列火车进山洞，两列火车进山洞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古诗了啊。这首叫《夜宿山寺》。夜宿山寺。作者是唐朝的李白。危楼高百尺。危楼高百尺。手可摘星辰。手可摘星辰。哇。不敢高声语。不敢高声语。恐惊天上人。恐惊天上人。如果你参加我们的课，你就会知道这首诗。哎呀，是的。他说什么？危楼高百尺。危楼高百尺。手可摘星辰。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。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恐惊天上人，非常好。来看下一首，还没呢，还没完呢，还没完呢。游子吟，游子吟，唐·孟郊。慈母手中线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，意恐迟迟归，谁言寸草心，人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，报得三春晖。很好，再来一遍啊。慈母手中线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，意恐迟迟归，谁言寸草心，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，报得三春晖。可以了吗？好，好，今天我和
139人一起大声朗读。哇，我觉得我很激动。吴娜娜，你呢？不开心。不开心，好吧，因为你刚刚做了个广告。